USJ Cool Japan 6周年啦！今年柯南、雷朋三世同进击的巨人再度回归，仲带咗唔少限定精品同美食。嚟到进击的巨人调查兵团食堂，餐厅布置成调查兵团主题，放咗团员武器同随身物品，唔少得有限定主题巨人餐，连个杯都可以带翻屋企添。嚟呢度食任何一款进击的巨人嘅餐，仲可以幻想添。柯南主题甜品都好吸引。有柠檬和咖啡味班戟，还有可爱的煲胎朱古力奶。另外一边看雷霆三世街头租，一边吃埋限定小食，够晒满足啊！限定精品店当然不可以错过啦，有柯南招牌煲胎法式、手压精品、公仔和小食等等 ，fans 必定买到手软啊！巨人精品款式可爱又特别，雷霆三世精品都不可以错过噶。click 入内文睇详情啦。